是海狮海豹。好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海狮啊的四肢已经演化成一大片的鳍状，已经不像陆生动物细细长长的脚，进而演化成一大片的鳍状，所以它们又称鳍脚类哦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人类的四肢啊，有手指头跟脚趾头都是分开的，但海狮啊是。